目前，我们拥有完备的近地载人空间站和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，有成熟的航天员选拔训练和保障体系，有计划明确的载人飞行任务，也就是每年2次常态化实施的载人飞船发射。我们已具备，也做好了邀请国外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准备。借此机会，我们向全世界发出邀请，欢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及地区与我们开展合作，一起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。